人生，哇，人生，人生短短几个秋。好好的去享受我们的这场演出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到来。加油，你最棒！谢谢。我们那个什么，就是演出完了以后，然后大家就安全的回家，好吗？然后我还没有弄头发，所以说我就要准备继续去化妆什么的，OK 吗？我们一会儿舞台上大家就享受演出，好吧？